天该照顾就好势，哈、啊，然后哦，饮损失啊，啊，那也跟我们的众徒用道哈，以及嘞哈，水是在今拢伫个年差不多正月、十二月迄个所在哈，一起也到做嘞播的时候。有一寡吼，以不整地来者吼，水质造成水质的一寡损失啊，有中毒啦，啊嘛，阮鸟会嘛，把你救出者，吼，救出者起来吼。那经过我们这个今年我们农业局的这些县关寨同仁啊，组了一个工作的团队，那希望说借取，就是说我们以前啊失败的安啊失败的，找出这些原因。把我们的水质诶一种区外安怎来个落实，怎么去落实啊？那我们第一次想说，啊，我是不是也有一些哈、哦、成功的案例啊？是不是咱懂区外这些比较哈，咱、哦、的三年来对咱的热点来的有损失到的水质有中毒的啦，有死亡的这个所在。我们把它找出来，用 GPS 把它找出来，然后做一个范围，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辅助器，哈、啊，播种的鸟器哈、啊，来赶走这些，哈、啊，好，伊卖落来，卖落来，这不整地的田来得假家，因为其实农民他用惯性的方法，不是说他不愿意配合，不是伊不愿意配合，有的是因为地形，无法度去了做耕耘机落去。所以说他要去用直播哎，刚刚有说大潭，伊甲大潭无相共，伊大潭是定点哎，伊是定点哎，啊伊只有当时在外口的时阵吼，也回来回去随风这样子的话，有时候鸟要下去的时候是有一些驱赶的作用，有惊吼，因为它的设计就是说，伊只有金金的所在，吼，伊金金的所在那鹰眼安尼啊吼。然后哎，那个游嘞游嘞时阵，伊若看到安尼时，也许他因为冬天的话，十一二月时阵，伊个一种东北风会来的时阵吼，所以会干嘛呢？那经过他们畜牧场那边的伊的时，他们是说他们惊禽流感，吼，所以惊鸟啊回来，因嘞跳舞，这只那个钓两尾摆，然后由我们同事去规划。把迄个所在甲围起来，好，那天罗地网安尼啊围，安尼围啊，每差不多五十公尺左右的甲放一粒，好，放一粒，然后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然后两个礼拜以后，那第三区到第一区，第一区到第二区，第二区到第三区，这样轮流，啊，无鸟啊嘛足跳的啊。已经在使用，故意就说，其他最早是在雨季场，已经来可以自由。那主要是因为飞安的问题，不要把这些鸟赶掉、哦、那我们这是会应用在我们的赶我们的水质、我们滋养的豆变、哦、那因为这技术就像一个眼睛，老鹰的眼睛一样啊。因为有些小型的鸟的话，怕看到这种猛禽的话，它就很怕。好、哦，那利用这个机制可以把这个鸟赶掉、哦、那主要说我们希望这些我们这几年来有发生中毒的事件的一些农田的话，或者水田里面，我们会放出这个东西。那希望把这些水鸟，都包括我们的水质、我们的才艺、我们的高效等等一些水鸟，它不要在那边去使用，啊，这是一个最大的目的。啊、那这是我们说我们台南市政府的一个创举，就是说我们从以往，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在花一些机会在我们的水质的那个护理上。鹰眼，老师，你看完呀，你了吗？对，老师没看完。那过啊。